喂，你的身体，金蚕正在吞噬我们的意识。你说我们？没错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为什么会这样？难道是龙血狂？金蚕是恩赐，也是诅咒。很快，金蚕就会占据我们的身体，把我们变成他的傀儡。不可能！你说金蚕要吞噬我的意识，金蚕在哪里？金蚕正在蜕变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闭嘴！金蚕会招来灾祸，不断害死你身边的人，你还要可怜他？不对，金蚕虽然好吃懒做，任性妄为，但生性善良，会主动冒着危险去帮助别人，绝不是你说的那样。金蚕既不是恩赐，也不是诅咒，她是天地间自由的生灵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和我们一样想要活下去。金蚕是我的朋友。金蚕。